常精彩的英国秀，掌声再鼓励。各位看得很，各位看得很过瘾。总共花费了30,000,000，是的，特别再次的感谢中华电信啊，以及我们那个刚刚看到的是四个呢，我刚刚介绍了一半，红色心，蓝色的心，红色的呢代表了幸福，蓝色代表了开阔，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是绿色跟黄色。绿色代表着环保，黄色代表着温暖。我们掌声再谢谢烟火秀，也谢谢我们的观光局，是中华电信也特别谢谢。再次请到我们的郝龙斌市长向大家讲几句话。大家好，各位亲爱的。